现在爸爸妈妈都在做饭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沙米达。现在我们今天我跟我的阿姨来这里，我的妈妈爸爸的三点，这是我们爸爸妈妈的三点。刚刚我们来到这里，外面一点有下雨。这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的笑的闪电啊，就是没有大的笑的笑的，他们太老了，他们不会做很多工作，所以他们想卖这个东西啤酒。这个都是他们想开一个小饭店，所以他们开这个。这是我的妹妹，这是我的爸爸。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啊，没有什么东西拍，因为他们刚刚过来的这里，所以没这么拍，没这么拍。这个所有的东西是之前我的二姐开店，所以他们的东西我的爸爸妈妈用，他们给我的爸爸妈妈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里有这样子，现在下雨了。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这里住啊，这是我的妈妈，小胖子这里啊，这个一个床，这是两个床。现在爸爸妈妈都在做饭呢。现在做什么呢？我看一下。你爸爸哥妈咪有哟。你干了吗？干了啥呢？你干了没有？在这里有肉。那爸爸哥。刚刚我看到了炒青菜，啥叫你啥？这是青菜啊。这里准备做米饭。现在下雨，什么的，现在准备去他的四舅家里面。他四舅家也是开了一个餐馆，离他什么的爸爸家这个餐馆大概50米左右吧。今天这个视频是什么的？把视频发给我，我自己来剪辑的。听沈明的说，四舅家的餐馆对面就是一个市政府吧，就是这里。现在人还蛮集中的，上走，就是这个餐馆，这是他的四舅的老婆。这个店面比那爸爸的店面就大很多啊，这里租金是将近5万卢比啊一个月，大概就是25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。咱们的爸爸那个商店是12000卢比一个月，大概就是6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。他爸爸之前咱们的二姐夫跟他爸爸找的一个那个商店，
他爸爸没有看上，然后我们后来又找了个店，就是现在找了个12000里比一个月的那个店。这是索米达的四舅，就是索米达妈妈的第四个兄弟。索米达的妈妈家是七个女儿，五个儿子，一共兄弟姐妹12个。老大就过世了，索米达的妈妈是老二。然后博克拉的阿姨是索米达最小的阿姨。尼泊尔人餐馆的厨房大都是这样子哈，看起来不是很干净，那个墙上到处是黑黑的，那个烟搞的。其实也没有那么脏啊，就看起来有点，他们不是蛮注重这个墙壁上的一东西，反正就是吃饭的吧，就眼不见为净吧。今天不要去看这种厨房，他们的厨房。他就在家餐馆的二楼，上面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本来是，他舅的两个女儿住的，他舅舅是四个女儿一个儿子，有两个女儿现在成年了，在这里跟他们帮忙嘛，不知道是帮忙还是在哪里做什么，在这里住。因为昨天晚上索米达的妈妈，然后索米达，然后本镇，索米达的小姨在这里住，那他们两个女儿不知道去哪里住了，那不知道在哪里。妈妈，叫妈妈，干嘛呀，爸爸？